大家好，我是即刻，好高兴又同大家见面。猴年就到，过年去亲戚朋友家拜年，无理由两梳蕉咁去嘅，点都要买啲朱古力啊、饼干啊咁样嚟送下礼。一日可能要走几场，其实都几襟计噶。所以今次我就讲下用信用卡买礼物会边张抵啲。去买礼物多数都是去百货公司、超市或者便利店买。新年亦都有唔少呢啲优惠，有啲要累积签账满指定金额先会计数，有啲买100蚊左右就已经计数。咁大家就可以视乎自己要买几多或者买几钱嘅礼物，再睇下用边个优惠去买会抵啲。恒生夹 7-Eleven 同埋 Eon 夹 OK 便利店，佢哋都系签120蚊同埋100蚊就会计数，买盒朱古力随时都过，都几易赚。另外，东亚、渣打、上海商业银行，他们的回赠比率都比较高，但是他们的签账要求同时也都高一点。有些信用卡的常设优惠也都啱用，例如百货公司、超市、便利店类别，又或者是 PayPass 或者 PayWay 付款，都会有额外积分。当中以中银 iCard 和信银国际 Motion 卡的奖赏会比较高。有些商户也都会有自己的新年优惠，例如买满指定金额会送优惠券，又或者贺年礼品折扣等等，大家买嘢嘅时候可以留意翻。最后喺度同大家拜个年先，祝大家猴年大吉，积分广进，一本万里，恭喜恭喜！